意见是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G。日常在片场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时刻补充防晒，因为皮肤的光老化是不可逆的。那丽丝防晒喷雾使用前呢，就这样疯狂的摇一摇，然后它这样喷出来的雾呢，就特别的细密又均匀，肤感呢很清爽，成膜快，用完之后妆容呢依旧清透完整。这款是 SPF 50 PA 4个加的，然后里面有六种补水保湿的精华液成分，既防晒又养肤，脖子、手指甚至头发都可以兼顾，就很方便。今天的片场日记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夏天都不会晒黑哦。到底是间我们到底从哪里走起？